趁着今天过节准备跟他告白。你干嘛呀？这个给你。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，里面有我想给你的东西。你别急啊，好饭不怕晚，继续继续，快点继续。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哎，你看，一二三四，最后一个了，快点，最后一个了，这真是最后一个，快点继续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最后一个了。这里面不会是戒指吧？你真把戒指买回来了？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些盒子代表我的心，表白的纸条藏在最里面，是因为我想把你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。纸上是我想对你说的话，你快看看。来了，我喜欢你。这就是你的表白？对啊，不都这样表白的吗？滚，你跟别人表白去吧。哎，我说的不够直白吗？终于做好了，这回兰兰应该不会生气了。兰兰，下班有空吗？跟我去个地方呗。去哪儿啊？你跟我去就知道了，有惊喜哦。惊喜？你不会又要耍我吧？哎，不会不会，我怎么会耍你呢？下班见哦，不见不散哦。这方向好像有点不太对吧？咱要去哪儿啊？你跟我去个地方，有点事。来这荒郊野岭能有啥事啊？咋了？咋停了？到了吗？那个车好像有问题，好像车胎破了，你下去看看。车胎不会吧？你去吧，你去看看。行吧，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哎，这没事啊，这车胎。王静。啊？你自己慢慢看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不是，不是，你去哪儿呀？等我呀！你把我丢这儿干嘛？这咋办？这咋回去啊？